手游酷玩。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模拟飞行啊，我直接来了一把这个在初始界面第三个这个模拟啊，就是你自由飞怎么飞都行啊。这地方我的目标呢是追上前面这个太阳，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到现在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有四个啊不太清楚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右侧三个按钮是干啥的？没明白，到现在没理解。右侧三角符号拉开之后选择的三个东西是干啥的？没理解。左侧这个东西我已经弄明白了，它是属于这个地图啊，就是可以让你观察一下你这个飞机在地图上的位置。这右边点完之后没有反应，我也没明白啊，可能有反应我也没感觉到。第三个，这个重力感应到底是怎么算？是我往上它就往上，往下就往下，还是往左就往左，往右就往右？从目前我这种情况下来看啊，我这个重力反应，不对，这个重力感应，要是不是游戏出了问题，就是我本身设备出问题了啊，因为它根本不往我想要的方向走。可以看啊，我这个地方啊，已经开的不是客机了，我一直在这个，就是把机身朝下飞，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属于按照我们人类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仰飞，不有仰泳吗？我这个是仰飞啊，这个比较尴尬，也没太弄明白。第四个啊，怎么着陆也没弄明白。速度，我现在把速度拉到最低，大家可以看啊，我这速度拉到最低之后，我这个飞机在空中停住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可以看啊，它离地面那个距离还是很远。然后我一旦改变右边最下面那个齿轮状态，到底是把这个底下这个轮收起来还是放上去，也会给我造成很大的影响。真的，我说句实话，我玩这个游戏要自闭了。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了，我就感觉我一玩这个游戏啊，就必定自闭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怎么说呢？因为爱情嘛啊，这个一玩游戏必定自闭啊，我都自己都有点奇怪啊，因为这个游戏到现在啊，它这几个键位太难了，就是你说我一个想体验游戏的，我怎么能做到就是把这个什么数据盘呢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右侧拉满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游戏值得一玩，即使是被虐啊，也要开心的玩下去啊，这个。祝愿大家好运啊，这个我坚持不了了，这个只能这么说啊。我这地方其实已经把速度降到最低很久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着陆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现在我确实是离地面越来越近了，但是我记得我飞的人好像没飞这么高啊。我现在正在用力把我的这个设备的屏幕往下，而且这个重力感应我个人觉得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其实设备本身它也是有这个方向感应的，如果说你特别想让它往上，就是你的飞机已经快脑袋朝地了，你一直拽，就像我现在这样一直往上拽或者往下拽，它必定会出现翻屏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是自由旋转解决不了的，它就是一个检测你到底是哪个方向朝下，它决定怎么旋转屏幕的这么一个小问题啊。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太了啊。我也是希望游戏后期能给这个不爱用重力感应的这个玩家出一个这种摇杆式的这么一个操作方式，但是摇杆的话可能游戏本身就过于简单了，因为摇杆肯定比那个重力好控制。那今天视频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游戏叫做模拟飞行，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感谢你的本次观看，让我们下次再见。